十三太保也是咏春白鹤拳的拳母套路之一，是在七步三战基础上进一步的功法训练套路。该套路结构清晰，结构紧凑，攻防并重，手脚灵活，主要练习左右侧闪摇法、进退转身攻防和弹抖发劲，更兼有威风拔树、青龙出水、虾姑掣脚、狸猫洗脸、白鹤现爪等跌法、弹法的练习。该套路动静有法，起伏有序，气力相间，刚柔相济，能与人以既灵巧又雄浑的感受。预备式，身体直立，两手自然垂直于两大腿外侧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跨出一步，随即右脚跟进，以右脚尖屈点地面，左手立掌，右手抱拳，合抱于左腋窝前，向前向中沿弧推出，呈请拳的姿势。脚上的动作为白鹤祭脚，手上的动作为将军挂印，两眼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撤半步，呈平马，两手变掌回收于胸前，回收于两腋前，然后承抓往下按压，发出螺旋劲。这个动作叫半月沉江，要两眼平视前方。
两手变成鹤翅掌，向前向上托出，呈海尔捧花的姿势。两臂内旋，掌心斜朝前，掌指斜朝上，经过了沉腕，称为双指朝阳手。两脚向右45度方向转，同时右手里旋内旋，向外缠出，做小船腕的动作，向右斜前方45度，右青龙出水的动作，要目视右斜前方。右手从左侧的前臂下方挑出，两个手的路线呈椭圆形，然后经过了沉腕坠肘，呈双指朝阳。两掌内旋，使掌心朝下，然后两手双阴标手向前挤出，呈双龙探海。步行不变，两臂外旋内收，然后两肘下沉，同时两腕内旋，呈双指朝阳，平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掌里收，在胸前交叉，右掌在外，左掌在内，掌心朝下，往下拨开，称为拨水求鱼。步行不变，两臂外旋，两手回收于胸前，然后从胸前向上插出，脸视前方，
两手向前向上抓握成虎爪，然后两臂理收于两腰间，以掌根为力点向前弹击，目视前方，这个叫朝阳散弹。身体向左转90度，左手里收向左摇格，做左的青龙出水，步行不变，左掌从右前臂下穿过，两个手的运动轨迹长椭圆形，然后经过尘腕长双指朝阳，要目视前方，步行不变，两臂内旋，使掌心朝下，长鹰标手向前插出，长双龙踏海，步行不变，两臂外旋里收，经过了转腕沉结的动作，长双指朝阳，要目视前方，两臂内旋，使两手在胸前交叉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向外拨开，呈拨水求鱼，要目视前方，步行不变，两臂外旋里收，长鹤翅掌，两手掌向前向上冲出，叫白鹤冲天，两手继续上扬，向外上扬，然后两手抓成虎爪，里收，里收至腹前时
以两掌根为力点，向前弹出，叫朝阳散弹，要目视前方。左脚微内扣，右脚上步长步丁步八马，两手向中做归中的中盘摇的青龙出水。步行不变，接上动作，右掌穿过左掌，与左掌平摆一周，两个掌的轨迹呈椭圆形，然后经过转腕沉结，呈双直朝阳，要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臂内旋，使掌心向下，长鹰标手，两双鹰标手向前插出，长双龙探海。两手外旋里收，使掌心向上，回收至胸前，然后经过了沉腕做结，长双直朝阳，要目视前方。两掌内旋在胸前交叉，两手下拨，使掌心向下，掌指斜朝前下方，要目视前方，叫拨水求鱼。两鹤头掌变成鹤翅掌，下旋里收，向上冲出，使两掌背向下做白鹤冲天。两手向上向前变成虎爪抓窝，里收指腹前，然后弹出，发出弹劲，做朝阳散弹，
也称白鹤县爪，要目视前方，